谢娜却活出了真实的自信。今晚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谢娜的主持风格再次引起热议。有人喜欢娜姐的真挚自然与带给观众的欢乐，也有人持反对态度。但不管是什么的声音存在着，谢娜总是用着她那努力的态度，让自己变得更好、更优秀、更让大家认可和接受，甚至用她的力量影响和传递给更多人的快乐和力量、笑声和无形的感动。虽然谢娜有时也许有些笑、有些闹，但有时似乎发现她似乎更是大家的开心果，会给到人很多笑声和欢乐。其实看过她的综艺节目的人发现，其实她是一个内心有着温暖和爱、有着更多情感丰富的人。正如她说的，她有时也是用牺牲自己的太多，以获得大家的欢乐和笑声，让大家开心。他还怕冷场，还怕尴尬，其实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给大家呈现出和传递出更多欢乐的自己。湖南晚会相信更让人心动的莫过于三个女主持，都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气质和韵味了。谢娜更是甚然，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后，哪怕夜里十点左右还去健身、还去运动，所以越来越呈现出了更加美丽精致的谢娜，更加时尚美丽的谢娜，更加有型有范的谢娜。特别是谢娜生了孩子回归之后，整个人变得温柔大气了许多，整个人的内心也更细腻和柔软了，主持风格也更内收，在自我风格和观众接受度之间把握住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谢娜的主持更是有了明显变化，她学会了克制和倾听，是温温柔柔腻腻的那语，听起来更舒适。整场晚会的主持工作完成得非常漂亮，推广谁知道呗，气 X5 质量好不好，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在担任湖南卫视各大晚会主持的同时，又进入了综艺季，多见其发，遍地开花，嗨唱转起来，这样唱好美，妻子的浪漫旅行，快乐大本营等等。今年甚至受到了央视的邀请，主持了三期我要上春晚这一央视的王牌节目，并给央视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收视率再创新高。别看谢娜平时大大咧咧，但是她在事业和工作上的勤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下能收到央视的首肯，也算是厚积薄发，上什么样的舞台她就展现出属于这个舞台需要的最美自己，一种形象美和气质美，也是符合每个舞台的标准。看谢娜的央视主持，穿亮粉裙魅力现身，真是专业和时尚能力有着双丰收呀，真的不得不感叹谢娜这几年的造型对比以往真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不论是日常来穿还是参加活动都能驾驭得住，真是看起来又瘦又美。还有一个值得肯定的是，谢娜越来越美了，身材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气质了，她的穿搭品味和时尚度更是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变，成了有型有范、有品味和气质的行走的时尚教科书，整个人变得更年轻漂亮了。谢娜最近的节目里的穿搭好好看，有少女的，有成熟的，有职场女性的，很喜欢她最近在节目的穿搭，时尚好看又吸睛，特别是妻子的浪漫旅行更是教会大家在旅游穿搭路上怎么穿出美丽和舒适。
怎样穿搭更出彩？谢，那简直就是花裙子穿搭的代表，在穿搭上可一点不输其他四位妻子。各种颜色，各种款式，长长短短的花裙子被谢娜穿出不一样的时髦感。鲜艳的配色加上阳光的微笑，不禁让人感叹，不愧是太阳女神。啊，海边，谢娜穿一字肩泡泡袖设计的上衣和同样花色的短裤，露出大长腿，加上手上、耳朵上还是头上都戴上了配饰，突然变得十分少女，简直就是一个少女般的精致的猪猪女孩诞生了。一身粉色花裙子，搭配亮色半拖，加上超可爱的编发，真是美丽又俏皮，时尚又精致。一袭橘蓝相间的高领长裙搭配小白鞋，真是清新又舒适，惬意又时尚。腰间的白色宽腰带显出纤细的腰线，在阳光下的显得谢娜温婉美好，温婉娴静。蓝色方格长裙搭配粉红色丝巾领带，搭配着小白鞋，蓝粉撞色的搭配让人眼前一亮，呼应着头上彩色的发夹，真是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宛如一个花季女孩的清新和娇羞。谢娜的时尚又俏丽、简灵又时髦的穿搭，可以成为春节期间外出度假和旅游爱美女士的最佳着装借鉴，让你也穿出美出属于自己的新高度。